打谢秀，我打谢秀。用一路塞大，啊，一大过来，啊，你给。你喺度講一講，喺隔離度講一講得㗎。呢位咧就係白楊老師，啊，由你頭到翻嚟嘅白楊老師。咁呢個咧就係舊年十二月，一年前啊，舊年十二月咧，我哋邀請白楊老師嚟香港咧，做咗場個講座，嚇。咁其實喺2008年啊，白楊老師第一次啊。我哋邀請過嚟，亦都做過講座嘅。咁今次已經係第二次同我哋做講座，嚇、啊、幾高啊，老師啊！嗱、啊，就喺我哋聽到個音樂節奏下，我哋去自己去表達。可以 skip 咗佢快少少，可唔可以？呢度咧，啊，白楊老師嘅一種表達方式，嗱，我亦都想嚟俾另外一個嘅方式俾大家睇睇嚇。呢兩位咧就係北京體育大學武術系嘅學生，佢哋都將游泳球咧就表達成一個武術嘅風格。而家佢係表演緊呢個回力球嘅係嘛？唔係比賽嘅呢、這個。呢個場合咧就係、是、今年8月13日嘅，喺北京天壇公園嘅進行緊嘅一次嘅民間嘅交流嚟嘅，就係當中呢度裏邊咧聚集到北京嘅好多公園場合嘅嗰啲嘅游力球嘅高手嚇嘅、聚會嚟嘅，一個叫做咩消夏聯歡會啊！咁我亦都有幸咧，就係、是、參與喺呢個場合裏面嘅。咁因為大家係一個今次佢哋，因為佢哋都平時都好多時候會大家相聚去玩。咁但今次個陣型咧就人數好多嚇，幾大型嚇。今次玩嘅呢個，咁所以咧亦都請咗就係北京體育大學嘅幾位嘅學生仔、學生女咧，就嚟我哋助興啦。俾大家睇到就話更加豐富嘅內容啦，喺度。咁其實你想象下，佢哋手上如果揸住刀揸住劍咧，係一樣嘅，冇得玩嘅。幾張係重要嘅，差唔多嘢。呢度就嚟冇啦。其實佢好多張好多嘅武術嘅
佢就擺喺裏邊咯，啊，出年年輕人專業人士佢出咗佢啲風格出嚟。好嘅。佢哋拉曬橫額嘅，天下七星石，誒咩由你頭燒下年年會咁樣嘅，嗱我喺度咁樣講緊講情，紅沙都落啦。如果是在比賽的過程當中，如果話好似咁樣一個個人的自選個項目裏邊，點樣去睇佢，點樣去衡量佢咧？第一就睇佢所做的動作，有冇同佢所選嘅音樂節奏係能夠吻合，有冇佢好能夠去準確咁表達到個音樂嘅嗰個感情出嚟啊？好啦，第二喺佢動作技術啦，有冇佢做到一個個就講緊連綿不斷啦啊，冇折冇拐冇斷冇停啊個球。始終係喺你嘅個球架，始終係包裹住個球嘅，佢畫緊圓弧嘅，你唔可以持平住大個球嘅，嚇。咁當佢能夠做到咁樣啦之後咧，就仲要睇佢好多就係話個難度嘅動作裏邊啦。有啲咧真係好高難度㗎，哇！拋起空中啱先你睇得武術風格裏邊嘅拋起球之後，你轉咗幾廿個圈之後先到攞翻個球啊，咁呢啲嚇唔係個個做得到嘅嘢嚟嘅。咁呢個咧就係每一個人嘅發揮自己啫，盡己所能去發揮嘅嘢嚟嘅啫。